有粉丝啊、大量的这个 RNG 的粉丝有来现场帮我们加油、哦。牛十三，对，那讲回来嘛，就我刚刚看了，是牛十三是吗？哦，就那前面就算杀了这个鬼父一次，你打着打着也很无力，是那蝎子会被越拉越开，抢不回来。但还好的是，他中路是塔利亚，他有机会不跟那个男枪打劫之后。嗯，就配合这个塔利亚到处杀人，就可以跟葛雷夫，就是葛雷夫你要弄你去弄你的，对。然后我塔利亚这个厄萨斯那个特朗德，我们两个去打线上的，对，我们去打我们的。欸，我要想往中路这里稍微照顾一下小虎吗？状态比较不健康，但 Nikki 这里地板已经铺完了，走出来的 Elioia 想用柱的方式柱断，哦呦，真的柱断了。小五开了鬼波，然后再开嘲讽，想走，走不走得掉？走掉，走掉。Elioia 这边看了对方开鬼步、嗯，稍微继续往前压制一下。五大将军细节是，另外一头也是下半区打起来 ，Unforgiven 用进化解开雷欧娜的控制，但小明这边已经扛到了极限，剩下100滴血量，开着一个人是往前顶，但是用辅助换 AD 血是大赚。上半区 Breathe 一样在转，但只是 Elioia 是 gank 完中 gank 完下再往上走， Breathe 是往后跳了一段，住住没了，然后但是这个柱子是把闪现给逼了，后面有开着的蹲点铺了个地板，但威在左侧抬了一下，抬了小明，但没有伤害。另外一边威是抓到了 Elioia 的位置，把 Elioia 点着跑，半血已经扣过来，现在是全员往预示的集结。全员靠近之后，Nikki 这边是看了一下自己家的打野位，结果是 Elioia 被秒杀，后面开着勾了进来，后面还有 Unforgiven 用大绝进场，先抽掉了小五，小五是大绝都放不出来，闪现也没交。另外一边 Gala 是往回丢了一个月轮，身上挂满了圈圈，但下了重击之后，这个预设竟然回头了，威是被卡在了这个窄口里面，还在拉扯。这边没了，才可以看一下这里一台是把威给抬了回来，但勾好像是勾在了预设身上，身上挡了，是。有左上角这里 ，Breathe 呼吸哥也是被赶走，被赶走了，打不了，也抢节奏了，要抢钱的。龙虽然掉了，我觉得还可以吧，这波还可以。哎，开了鬼步想打，要死了吗？是日本圣王罩在这里 ，Nikki 这里是吃了一个威的大绝，旁边有那里有是开着这里稍微想要来控制一下，但自己也被留住，想重击敲在了对方身上。但小 RNG 的人并不怕哦，继续举着自己的散弹枪往前，又是一小明的太阳之剑出手，在开着走不掉，想勾墙壁被明的盾给挡下来。哎呀，好的，高塔都收完线再去的，所以他那个经验值差的有点多。上路九等在锤十等，有胜烈在锤哦，下半区也打起来，这是一波塔杀，小明是勾到那刘身上，后面一名这么灌进来之后伤害很高，直接把对方的开着给打死。现在小明把对方给劝退的同时，回头再可以再摸这个防御塔。局势的被拉开来，不过 Melan 选择是往左边切，因为右边的视野 RNG 已经抢走了。接下来预设是回到了 RNG 的手中，盖了个变色之墙，在左边打起来了。这一波是想买 Nikki， 但开着是闪现上来，想要来硬流。小五开了个技能，先躲过对方第一波的爆发，最后还是倒下了。Elioia收下这个击杀之后，是 Breathe 往前继续敲，想敲 Unforgiven 一棒敲死了那个 Double Kill， 再往前一个自己的一技的晕眩，往前拿了一个 Triple。本来就觉得 RNG 这波团要赢啊，只是我没想到小虎往前，小明用自己的命去卖，结果是威扛塔。明这边还可以开自己的 W 稍微顶一下，不过呼吸哥这边还可以往前跳嘛，差了一点，这里的雄武飞檐 Breathe 左摇右摆，最后还是被换掉。有你两，你自己看，打野跟 AD 要是都愿意缴这个大支援他，这边是直接虐烂哎。呦，你看那个伤害，他切两个软皮耶。对啊，就那两个大只要都丢到这个人，这两个人都直接死了。是。他队友都没想到啊，他家又玩的好可怕、哦，就都没想到这个人怎么就突然闪上去了。这男人太狠了，注意看，注意看，哇，那左边有分分乐都挡不住啊，太可怕了。这个你确定是分分乐不是卡拉米？没人理他了。对，贾克斯那个嘟起来了，阿姆的跟小虎想来对决一下，开了鬼步，名副其实这一想拉，确实很适合这种。好、哦，往前勾想塔杀。Unforgiven 是利用自己的大绝拉了一段位置，往左边逃跑了。正面要来打 Elioia， 这边卡了一个双人组的位置。RNG Gala 选择往左边闪现想收，右边 RNG 队员赶过来 cover 了一下 ，Gala 被柱子稍微缓住，但阿姆只是要切进来，一样有小明用举盾的方式来扛住对方的伤害。开始这里一勾勾住的是小五，右边 Gala 吃了这个自己的对方的大绝，这个强强冲击敲出去，但还有一个葛雷夫回敬了一手。就以人头来说，他算只落后六颗，但现在小五又来了，是往前直接强冲。对方的 AD 不见了，威已经跟神一样，嘎 like 直接浪头哎，是很确定可以侧切，转了一个反击风暴，但是被开着给勾回来，自己反而被晕住想抬，
不过 Breathe 是硬生用自己的肉体吃下这一整波的伤害，一颗一颗人头全部握入手中。左上的 TP Armored 重新加入了战场，但这个窄口你可以看一下能不能操作。结果 RG 选择是反身接团，太阳这边出手的小明选择进场，但小虎在左边限制住对方 Armored 的位置，但自己已经倒下了。而这边的 Breathe 是敲死了对方的 Niski。早就抓人，哎，我有点被抓到嘞。烟雾弹，但有爆破球过，赶快过墙，但被定住 了，过不去。结果是小明跟他一起被运过去了，是机会吗？哎呀，这卡咬了一个圣路霸体在小明身上，但阿姆特还在侧切，选择要来硬打，但是卡拉卡住这个窄口里面，烟火爆开，直接把 Unforgiven 给爆死。接下来是有两座大炮架着，接着又是一次的八龙团。啊，就想来钓鱼，盖了编织的直墙，结果 Niski 的位置反而自己被这个墙壁卡在左边的 RNG 威在这个池子里面先交了重击，回一点血量。另外一头是小明进去用自己的怀表帮卖了一下，而 Breathe 在右边直接砍死对方的 Niski。接下来再继续往前锤，锤了一个 double， 还可以继续追击。Gala 这波的刀是很强的，是红白双刀，继续往前砍，直接把 砍着跑，但是 Armored 也砍起来了，拿了一个 double。我不知道谁扛得住哎，这是上一个团。对，就是打野被抓到的。我真的觉得这，我不知道他是故意钓鱼啦。我在想他是故意钓鱼，因为自然会用 Q 啦 ，Q 会比较快。你说把小明再把他钓过来，是不是？他把小明钓过来了。哎呦，但可惜就没了。是。哦，那后续的八龙 B 团哦，其实 Niski 卡的还可以，那个塔利亚卡的还可以，把人都卡在左侧。哦，威是滑步，刚好被定住吃八龙图。然后正面团被切开来，没有人在理会。只能说这边小虎也大错地方，大左边那一块是不是比较好？但合理选择合理，因为先四七六啊，先帮呼吸哥。这个时间点贾克斯是重点啊，那个辅助死不死不是重点。哦，看来 Melans 的后勤团队还是觉得有希望哦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然后这是 RNG 的后勤团队看，哎呀，可是他们明明赢了，也是有观众在这个挥那个加油棒，好久没看到加油棒，你有看到那个凯撒吗？怎么样？你看他的血，哎呦，他被摸到一下而已啊。是，而右边阿姆的是发怒了，这一滴可能什么事都没做，居然被小虎的位置，小虎的位置，阿姆给你们赶快交闪现，躲过小虎的追击，但小虎被控住，还好只是有个惊人，论这么照下来。其实小明的控制打得很及时 ，LIA 是只能被打着跑。右侧还有一个威在卡位置，阿姆在正前方砍了一刀，并且战锤。他们的 Gala 往前闪现，想来硬收，而且还有 Breathe 的保护在前方。开始已经倒下了，格雷夫一个人卡了对面双 C 啊。是，哇，这很疯啊！盖了一个编织的之墙，不想让 RNG 的人会在小龙区汇合，踩了一下小明，但小明是硬生吃下所有的伤害。Gala 也走过来，用自己的红刀跟这个蓝刀的一个切换位置。阿姆特已经从侧边想要来切入了，就看一下这个八龙进入好这个 RNG 手中的同时 ，Melan 有没有要进攻？盖了一个墙壁，把小明给卡住。那只有一个辅助被卡在了墙的另外一侧，选择墙开的方式。另外一边盖了还要补足伤害，你怎么灌下来？盖了灌了对方三个人。你体技能结束之后也要被射倒，现在只有盖了他那个 double kill 继续往前点。格雷夫已经倒下了，不管是 Unforgiven 又是一枪596，直接拿到一个 triple kill。看不起，为什么没有那个？不是会有实时的战对啊，整个团战的那个输出表，等等看一下有没有。不过这个时间小明发现被卡住之后，选择用开战的方式去打，打得很好、啊，是刷，没有五个四个，但也差不多了，是刷、啊，再砸下来，就 Niski 这个已经是跟死了差不多了，对，就威球威是被练回来，被狙到了，哇，那这 Gala 已经这波是四打五啊，是 Gala 成神了，这小虎玩得很开心啊，当然我大四改。还有一个爆炸龙魂的那个额外伤害有没有？往前揍一拳，然后一枪、两枪、大绝、三枪，嘣！我怎么顶啊？你顶一个，我顶三个。对啊，哎呦，这小五还可以我这样玩的吗？将军被卡住，怎么了？有惊人，有惊人，有惊人！但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他死了都没关系了吗？人头交到了对方的手中，但同时 RNG 在推主堡双塔，现在是 Breathe 一个人去锤对方的 AD。Forgiven 是拉了一个 Forgiven 是拉了一个大绝，但右侧又是一次的小明的进场，搭配的呼吸哥再次的切入，而且威也是直接走进来，先把塔利亚给射倒之后，准备要拿下这一把比赛。我们准备要恭喜 RNG 收下这把比赛，而且同时终于拿到他们的首胜了。